难道只有我们这一代人类一直在地球上生存吗？要知道，地球已有近46亿年的历史，而人类的出现仅仅是500多万年而已。根据玛雅预言，地球曾多次出现高级文明，但他们都遭受了覆灭的命运。玛雅文明起源于公元前5000多年前，据说已经出现了现代顶尖科技，拥有高超的数学、天文和科技实力，但却在最辉煌的时刻突然消失。玛雅历史仿佛是史前文明的流传，人类文明一次次兴起，却又因各种原因走向毁灭，几乎抹去了所有痕迹，只有极少遗迹留存下来。1972年，人类似乎发现了史前高级文明的证据，在非洲加蓬共和国发现了一个20亿年前的铀矿，其中还隐藏着一个古老的核反应堆，运转时间长达50万年之久。直到20世纪40年代，人类才建造了第一个核反应堆。那么，这个保存完好、结构合理的反应堆究竟是哪个时期留下来的呢？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相信人类史前文明真正存在过呢？